寸土，一年木，一花一花。只活了几年半天，一天天的，这姑娘跑这儿来了。你今天，哎，你爬这么高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天呀，我老远我看到一个猴子在树上，你爬这么高干嘛？你是猴子吗？好危险呀！我在这儿采一点春芽，你快下来！我准备采一点春芽。春芽？春芽是个好东西啊。对，就只有这个季节才会有。哎，那你快下来，今天你下来，叔叔帮你摘，好不好？怕什么呀？我都经常从小就喜欢爬山。哎，你这也太高了，来，叔叔扶你来。下来，慢慢下来哈。妈个好高呀，今年来，哎呀，好香哦。对，哎，放了。我不要再为谁掉眼泪，爱过才后悔，想要永久来麻醉。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。吃了呀？吃了。对，哎，我还没吃呢。我开车过来开了三个多小时。你还没吃呀，叔叔？嗯，对呀。那这样吧，我回去做给你吃嘛。哎，算了，每次来你都给我做饭，就像每次叔叔都是来蹭饭吃的一样。没事呀，叔叔，你每次过来我都愿意给你做饭。哎，那可不行。那我认识你过后，我都长胖了4-5斤了。要照这样吃下去，我以后变成一个大胖子，那找不到老婆，那怎么办呀？那谁负责呀？谁愿意负责就谁负责呗。走吧，叔叔，我们回去做饭吃吧。哎，那行吧。哎呀，那我今天就只吃一碗哈。好，我只吃一碗。哎，主要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每次都吃个三碗，我平时都只吃一点点的。帮你做，快来快来，今天随便吃一点嘛。啊，那你吃一点。这是刚刚摘的那个春芽，然后做的春芽炒饭。啊，怪不得好香啊！我外边我就问他，我尝一下。赶紧吃，我也陪你吃一点。好。今天。嗯。怎么了？嗯，你家还有多的筷子吗？你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还有没有嘛？我去给你拿。啊，你拿过来吧。拿我用。来，叔叔。来，你坐我旁边，今天。坐什么呀？你坐下嘛，你坐下嘛。你干嘛把我的头发砍了？今天，来这个样子，叔叔来帮你编一下头发，因为叔叔刚刚看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头发一直掉下来，好不好？来试一下嘛。一个大男人的，你会编头发吗？会的，来嘛，你试一下。来试一下。一树一坛古青石树，哇，好黑呀，爱偏开在泥土，往前路，往旧路，往昔，往你，往最初，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。会呀，就是很少有男孩子会长，不知可否再见。抖音上面，抖音上面学的呀。对啊，但是我从来没跟你讲。今年要去赴深远，我也是第一次一个男孩子。哎，今年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要走了吗？叔叔要先走了。叔叔下次再来。好，等一下，叔叔，你把这个带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灵芝，还有这个是桑葚，这我爷爷找的。啊，不行，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就是拿来泡酒，很安逸的。你爷爷找这些东西？
多不容易啊，他这么大年纪了还不行。哎，你拿去叔叔，你每次过来都要给我买好多东西，而且你就说经常给我买东西就行，你这次不收的话，那以后你过来也别买东西了。哎，叔叔买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便宜东西，都是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的东西。哎，你拿去，一个多贵重呀，你拿去泡一个。行吧行吧，好吧好吧，好吧，那叔叔走了。爱偏太在迷途。